偷偷看这些不会被涓涓打吧？悄悄的啊，千万别被涓涓发现。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涓涓啊，不要艾特涓涓，不然被涓涓发现了，那我可就惨了。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叫《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》。真的，现在我都是悄悄的在玩，好怕被涓涓发现啊。看一下故事线，要从第一个开始。昨晚咱俩是不是干啥了？这，我们开始啊。这是刚睡醒吗？这是哪儿？头好疼，又喝大了。又喝大了，这是哪儿啊？这话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哪儿都见过是吧？啊，这有一张字条。熬夜伤身体，把茶喝了。这谁在家啊？挺关心人的。垃圾桶里有什么？好多饮料块啊。饮料块？没电啊。本来还想帮忙做一下清洁的。我感觉你擦得好敷衍啊。这也穿不上啊。画展。看来这家的主人喜欢画画。我怎么会在一个女孩家里？什么情况？23号，不就是昨天吗？所以你干了啥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吗？哎，好烫啊！这是啥？我去！我靠！想起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都鬼鬼祟祟的？这个太偷拍吧！鬼鬼祟祟的干啥？嘿嘿，你干啥？这种情况提醒他一下，这也不认识呀，提醒一下吧。你好，那个你裙子？哦，这样就好啦。到点下班，这个点了还有人来啊？欢迎光临，感谢莅临鉴赏，感谢感谢。喂呀，日结工资我过段时间再给你。我做小时工是现结工资啊。那这样，我先以个人名义先给你50，回头200再给你，你先打车回去，算人意吧。现在晚高峰打不着车呀。那行吧，听你的，
钱肯定会给你的。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喂，你知道现在晚高峰打车很难的，前面200多个人排队。行吧行吧，你们先吃吧。你下班没？嗯，下班了。我一个人很饿，我不想一个人去吃饭。要不我们去附近的酒吧吃点喝点？我们认识吧？我没钱啊。操！你别磨叽，我请你。这话你好意思说出来？我刚看了一家还堵着呢，我们再喝一杯。喝，就是这样喝大了的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，醉了醉了醉了。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好啊。怎么，你喜欢？送你了。啊？没有没有。昨晚咱俩是不是？昨晚。昨晚发生了？都记发生啥？什么都记不得。那肯定是没有了，记不得肯定又是对。转移话题。生气了？你难道不想负责吗？这，关键是不记得了呀。油画画的挺好的，这画也真不错啊。你在岔开话题？是真的好。行，那你和我说说他哪好？哪里好？整体结构色彩丰富，对比强烈，纯度较高的暖色系使画面更协调，两个字丰富。总共就那么几个颜色，怎么丰富了？算了，别憋着，不懂就别装，最讨厌男人装算了。我逗你的，咱俩啥事没有，我走。这不是你家吗？不是呀。啊？哎，这又是谁啊？你们俩睡醒了，怪不得我看着这么不顺眼，原来是师姐家呀。你俩？是，她是我小师妹，但我爸是她老师，我是她爸最满意的学生。都多小时候的事了，师姐，你到现在都记着呢。你打住啊，不懒得跟你说。难道咱们三个昨晚？不是。你想啥嘞？你想得美。顾言，你以后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。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你看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顾言，你不会真的不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吧？所以说你到底是谁？男主应该记不起来吧？又想，这选哪个呀？这，当然记得，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送你的那幅画。什么？你送给我的？男人真是没一个靠谱的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故意。你要蒙也蒙一个别的呀，非得往枪口上撞。哼，你呀，画展想起来没？哦，想起来了。
行了，别看了，赶紧干活吧。看得懂啊你，也是挺服你的，都出来打零工了，还在这追梦呢。谁说的？我认为他的品味非常好，整个展厅里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李老师，这幅画是你画的吧？我猜的话，看看啊，是不是他画的？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？这是您朋友？是啊。顾毅，赶紧把手里活停下，陪李老师逛逛。啊，还愣着干嘛呀？钱照给，快去快去，快去！还有这好事儿？你觉得这幅怎么样？这我欣赏不来啊。这跟我二姨夫画的一样。你二姨夫也是画家？没有，我二姨夫他是卖炭的，他就喜欢拿炭在地上抹。这个画跟我二姨夫作画手法相似。你真能扯。今天谢谢你陪我，跟你一起看展很有意思。那有机会咱们一起吧。挥手告别，握手告别，拥抱告别。这第一次认识拥抱不好吧？不都挥个手？不行，我要试试拥抱。那我们常联系，我先走了。这，你居然没生气？看来你对男主好感挺好的呀，还增加好感度了。原来你们就是这样认识的。我也有个疑问，昨晚我和顾毅喝酒，怎么会在你家醒来？说起这事我就生气。昨晚顾毅给我打电话。啊？手机呢？顾毅说自己喝多了找不到家，让我去接他。本来我都睡了，转念一想，万一他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就出门了。刚刚发现了啥？李某人是因为剧情需要还是咋的？你都第一次拿名片，你都存号码了？我到了之后看见你俩呀，这醉成烂泥，没办法，我就把你俩接回来了。顾毅，顾毅，顾毅，嗨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那我们后面再接着下一期，这期先看到这里。你们猜猜接下来会怎么发展？